各位觀眾大家好，繼續收睇我哋嘅直播環節《人民必答》。咁家庭觀眾有任何問題啦，可以打俾我哋啦，又或者係發個電郵過嚟嘅。身邊嘉賓咧，仍然都係 Anno 研究部分析員譚哲樂。你好啊 ，Anno。阿俊，你好。咁我哋不如跟進一下咧，就係內地股市方面嘅情況先啦。咁啊，三大指數全線下跌，上證指數暫時咧跌幅有2.13%，跌緊68點，報3138點。至於滬深三百指數下跌有2.55%，咁最新跌緊84點，報3281點。深證成指下跌364點，跌幅咧就係稍為擴大啦，咁跌緊3.45%，最新報10188點。不見到啦，啱啱都提到噶啦，三大指數全線下跌，而今朝早咧亦都係公布咗 PMI 方面嘅情況，我哋可以同大家跟進一下噶啦。嗱，其實數據差都預咗噶啦嚇，咁啊亦都係啦喺呢一個嘅榮枯分界線50嘅水平留下嘅。我哋先跟進啦，就係財新製造業即係反映啦中小企方面企業嘅營商環境啦。咁啊中值咧就係47.3嘅，講緊咧就係6年半嘅新低嚟噶啦。而官方嘅8月份製造業PMI 咧就跌到去49.7%，咁啱啱提到噶啦，亦都係咧喺50樓下，咁比起上個月咧，亦都下降咗0.7%。嗱，先跟進翻啦，就係嗰個嘅大數先嚇，咁啊我哋睇下官方嘅情況啦。有幾個嘅數項啦，如果喺5個嘅分項指數當中，咁啊生產指數同埋嗰個供應商配送時間咧，其實都係繼續高過係臨界點噶。不過咧就係新訂單指數、從業人員嘅指數同埋原材料庫存指數咧，就喺 below 50啦。咁啊嗱，如果係反映翻需求嘅情況咧，我哋成日都會睇新訂單嘅表現嘅。咁呢個數咧就係49.7。較上月下降咗0.2%。嗱，呢個數都反映翻咧，就係話嗰個嘅製造業需求咧仍然疲弱噶啦嚇。咁啊，不如先跟進一下即係呢個 PMI 嘅情況先啦。啱啱提到咧有5項嘅指數，當中都可以睇到啦，仍然都係需求比較疲弱啲。咁啊，似乎中央呢一排咧不斷有好多唔同嘅措施，都落唔到去下游嗰方面喎。嗱，咁當然嘅，咁其實你話見到今次個 PMI 本身都跌穿50水平，可以話係市場預期之內啦。咁其實事實上，你話係咪真係非常之差啦？咁個情況就基本上真係預期之內。其實都始終講緊你話見到8月份大跌市啦。咁大家都最主要跌市個主要原因都係擔心中國個經濟下行嗰方面嘅相關壓力喺度。咁所以啦，其實製造業喺8月份做得比較差嘅，基本上可以話係預咗。咁當然你話講緊嘅今年嚟講都見到進行好多次減息降準一啲嘅相關因素喺度。咁甚至講緊近期嚟講，點解要再進一步降息降準啦？咁其實都反映緊，因為本身就見到啦，實際上個實體經濟上面啦，製造業嘅情況就真係見到甚至跌穿50水平呢啲嘢嘅因素喺度。咁所以啦，都再次進行去降息降準啦。甚至有啲機構都講緊嘅，嚟緊預料翻，其實你話未喺8月份嚟講啦，個 CPI 仍然會有機會上升，內地可能會有機會面臨一個負利率嘅情況喺度。咁所以啦，其實現今年內地個經濟狀況啦，就處於一啲比較難搞嘅局面喺度嘅。咁第一方面咧，就開始有個通縮壓力喺度。第二方面就始終個製造業啦，始終淨係單靠降息降準嚟講啦，好難去刺激翻個經濟。始終講緊嘅，你話降息降準當然對成個製造業嚟講有個幫助性喺度。咁但係啦，你話其實始終去降息降準啦，最主要原因啦，都係睇到好似人民幣貶值啦，令到資金有個流出嘅情況喺度，令到內地個流動性進一步緊張。咁所以因此啦，先去降息降準去舒緩翻個流動性喺度。咁所以事實上啦，其實內地呢幾年嚟講流動性仍然係長期處於一個緊張嘅狀態喺度。咁所以就算近期今年嚟講啦，進行過多次嘅降息降準都好啦，都相信好難會去幫助到成個製造業突然間有個好轉嘅跡象喺度。咁其實啦，始終講緊啦，呢幾年嚟講，大家都知道個焦點都落翻喺內地方面去調整個經濟結構嗰一方面上面。其實預料未來嚟講咧，你話成個製造業要好似過去嗰幾年有個好強勁嘅擴展或者係好勁嘅擴張嘅狀態啦，係相對地比較困難嘅。未來呢段時間啦，唔排除會徘徊喺50水平呢啲水平嘅附近上面，可能好有大機會啦，徘徊喺50至51左右呢啲嘅位置。咁但係啦，見到啦，今次雖然跌穿咗50呢啲位置啦，咁但係隨住8月份有啲降息降準嘅因素喺度啦，預料翻未來嚟講，而且再加上去到9月份開始啦，傳統都係製造業嘅旺季啦，都預料翻個情況會有個好轉嘅跡象喺度。咁所以我相信
未來嚟講啦，這個數據是差的，但是對市況嚟講未必會造成一個太大的衝擊喺度。未來嚟講，下行壓力、經濟下壓力仍然是大，但是始終見到啦，八月份都進行了降息降準，市場會憧憬緊未來嚟講會有更加多的救市措施有機會出台。咁但是始終講緊啦，真係要見到有啲實際成效的救市措施，以現階段嚟睇翻上面啦，單靠降息降準啦，睇翻就好難話真係幫助翻到個經濟。咁所以暫時嚟講啦，我相信啦，一日未見到一啲特別嘅措施之前啦，個市況仍然可能表現比較反覆。不過啦，睇翻今日內地股市方面啦，雖然跌得比較多，咁但係現階段嚟講啦，都見到從個低位都反彈咗唔少啦。咁所以我諗暫時嚟講啦，唔排除股市嚟講表現仍然係比較反覆。咁但係會唔會再面臨一個大調整啦？暫時嚟講，我覺得個可能性咧都未必話真係非常之大嘅。明白。OK， 啱啱你提到啦，就係 PMI 方面啦，都如果分翻咧企業嘅規模嚟睇啦，大型嘅企業 PMI 咧就係49.9啦，較上月下降咗0.7%，咁就喺50樓下噶啦嚇，咁就係第一次嘅今年之內。咁另外咧，中型嘅企業 PMI 咧就係49.8，亦都較上月下降咗0.2%，低過50呢個情緒分界線。而小型嘅企業 PMI 咧都去到48.1啦，咁啊雖然咧就係比起上個月有個回升嘅，不過咧就係仍然處於呢一個收縮嘅區間噶。咁啊三個數嚟講咧都唔係太好噶啦，啱啱啊 Arnold 都解釋到噶啦，咁就係雖然降息降準或者好多唔同嘅措施，就未必話真係可以落到去，因為始終而家情況咧都比較差，成個嘅製造業活動咧都係即係非常之疲弱等等啦。咁啊預測翻嗰個嘅 GDP 嘅情況係點樣咧？但係有啲分析就講到啦，咁第三季嘅中國 GDP 咧可能咧僅有嘅增長咧得6.4%，去到第四季咧就可能好少少。咁啊雖然就話未可以補到7噶啦，不過而家咁多嘅措施推升之下，咁啊第四季咧可能都有翻個憧憬。但係點都好啦 ，GDP 方面嘅情況係咪真係亦都係即係預期之內咧，或者會唔會話冇想象中咁差咧？嗱，睇翻今年內地個 GDP 增長上面，如果睇翻頭兩季都比市場預期中好嘅，因為始終講緊頭兩季，基本上兩季嘅時間大家都估緊中國個經濟增長好大機會會跌穿7%，甚至可能得最差嘅情況，有啲人估到得6.4%嘅經濟增長喺度。咁但係你睇翻頭兩季整體研究經濟增長最終都有接近7%嘅呢啲嘅增長速度喺度，都較預期為好。咁但係當然啦，你睇翻個製造業數據，見到特別八月份做得咁差嘅情況下啦，會開始又再次擔心翻第三季個經濟增長的狀況。但是始終講緊，正如之前所講的，製造業在七八月份表現是相對比較疲弱，但是近期來講又有降息降準這個因素，而且最重要就是去到九月份亦都是傳統來講一些製造業的旺季來的，到時候的情況會不會好轉一點？我覺得有這些相關的因素在這裡，始終講緊人民幣大幅貶值帶來的衝擊對製造業來講有多大的衝擊，我覺得暫時來講未必那麼快會浮現到出來的，所以我覺得第三季的經濟增長會不會有個很擔心的情況放喺度啦，我覺得言之尚早嘅。咁而且咧，講緊第三季個經濟增長嘅數據啦，喺十月中先會發布。咁所以我諗咧，短期嚟講呢個因素啦，唔會話有個太大嘅影響喺度。咁反而大家最擔心就係講緊啦，未來嚟講可能個通脹會唔會有個上升嘅壓力？呢個反而會係一個比較大嘅隱憂喺度。因為見到近期嚟講啦，製造業咁疲弱嘅情況下啦，預料未來嚟講銀根仍然係要比較寬鬆嘅。咁但係如果有個通脹壓力再次出現翻啦，好似見到近期嚟講油價再有個回升嘅跡象啦，如果內地開始面臨一個通脹壓力，咁未來嚟講個經濟狀況或者貨幣政策上面就會相對比較難搞嘅，呢個會係一個比較大家擔心嘅因素喺度。咁所以我相信未來嚟講市場可能會關注翻今個月公布嘅八月份個 CPI 數據，始終普遍嚟講普遍會有分析預期翻啦，可能有機會八月份個 CPI 按年回升翻1.8%左右。如果真係開始見翻到有個通脹壓力喺度啦，我相信對內地股市嚟講亦都會可能會造成另外一個嘅調整壓力喺度嘅。明白。OK， 好啊，咁我哋之後咧講完嗰個嘅即係預 CPI 嘅預測啦，同埋啱啱都提到咧，就係 GDP 經濟增長嘅預期之外啦。咁我哋最後都睇埋咧，就係內地股市嗰個技術走勢先啦。因為時間就唔係好多嘅，上證指數而家咧就一路 keep 住個跌勢噶啦，咁啊跌緊80點。仲喺3000點樓上，咁希望今日嚟講咧都可以即係力保不失啦 ，keep 住喺3000點樓上。不過個勢頭咧都係差，我哋香港呢邊都係啦嚇，陰啲陰啲咁樣跌落嚟。內地股市咁啊，好多唔同嘅政策出嚟噶啦，其實都多到咧雜亂無章啦。琴日有個 SLO 1400億啊嘛嚇，咁啊暫時嚟講，呢啲嘅所謂各國嘅措施係咪真係可以舒緩到短期嗰個流動性啦？好似就冇乜弱力咁樣噶。雖然有好多嘢出咗嚟，但係對內地股市嘅提振作用仍然都係唔夠嘅。正如之前所講啦，咁始終呢啲嘅措施係舒緩流動性嘅措施，對內地個流動性嚟講係有個幫助喺度。咁但係之前講緊幫助唔到啦，最主要就係講緊現階段
段內地的流動性仍然是比較緊張的、就算推出大量的逆回購 SL 措施都好，這些是會消耗短暫的流動性在這裡，但是代不代表整個流動性的問題可以解決了，人民幣貶值的問題會能夠解決、其實仍然是未見到任何、的解決方案，或者是那個前景能夠好轉一點的。但是當然你說今天會不會穿3000點這些位置，我相信機會未必太過大的、因為你說如果今天穿成3000點，那說一個跌幅都可能200幾點以上，那個情況就未至於那麼差的。你這些、公布完個製造業數據之後，市場會憧憬回未來來說會更加多的救市政策在這裡。而且你說現階段來說，今天見到好像現階段的時候看回上證綜合指數由個低位反彈都反彈了100點有多，我想你看回其實那個情況我相信就未必真的那麼壞的。不過正如之前所說，始終現階段大家關注回未來的經濟數據，包括說一些 CPI 數據等等都會備受關注。那你說接下來未來剛剛今個星期的星期四又會有些假期的因素在這裡，暫時來說我相信個觀望氣氛會相對比較濃厚，不排除上證綜合指數會拉鋸在3000點左右這些位置。明白，好啦，咁啊，唔該曬你先啦嚇，咁喺啊 PMI 方面嘅解説啦，同埋內地股市嘅技術走勢分析。節目時間嚟到呢一度，我哋休息一陣間，咁轉頭翻嚟會有其他嘅直播環節，嘉玲觀眾唔好行開啦。